不会的呀，这也说不定的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想不会的吧。皇后命我蓄发入宫，待我这么好，而且我也依从了她，趁皇上把萧淑妃废了，她不会害我的呀。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哎呦。细的想一想，我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既然这样狠心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可是，皇后内宫除了亲生侍女之外，是谁也不准进去。这个，用什么办法摆到他的宫里去呢？你干什么？我找球。球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哎，站住啊！哎，没规矩。万岁驾到！叩见万岁。搜。是。头昏目眩，经年累月的治不好，原来是你在这儿搞鬼。万岁，哼，万岁，臣妾是冤枉的，万岁。万岁，平身，平身。皇后失德，勾结妖道，图谋不轨，坐骑废为庶人，幽禁冷宫。武昭仪端庄贤淑，才德并茂，册封为皇后。